本节目由顺滑好心情的统一阿萨姆冠名播出。自在周末由你绝配。本节目由红爵啤酒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开启朝圣之旅的都市爬山虎东风轰达 HRV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抗炎止痒新升级的999PM 瓶升级凝胶装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顺滑好心情的统一阿萨姆冠名播出。自在周末由你绝配。本节目由红爵啤酒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开启朝圣之旅的都市爬山虎东风轰达 HRV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抗炎止痒新升级的 999PM 瓶升级凝胶装赞助播出。拜拜上海，东方明珠，拜拜拜拜。上一站我们见证了五位新朋友从尴尬到熟络，这一次让我们看看五位情同手足、情深似海、情不自禁的老朋友，他们是如何相处的。咱们 是从这门进是吧？对，这地方有点陌生，是吗？但我觉得你今天还是挺帅的。哪天不是？哪天不是？峰哥，二哥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我怎么像我当年面试德云社的状态？这点熟悉吗？这太熟了，这。哟，没戴大褂怎么办？您是多少天没上班了？有日子了。哥哥早啊，哥。咱不是随便穿着。我随便穿，我很随便。刻意说别太刻意，这个你怎么也化妆了？就他实在，那个不是那摄像老师又到一会儿到我这给我打个美颜好不好？不是我也挺要脸的，谁没来呢？老秦啊，他不会骑摩托车来的吧？他不还没起呢吧？哎哎，来来来来，坐中间，坐中间，来来。不是我，你先，因为你来的晚，你先坐下，你坐下就明白了。不是宝贝儿，你是没拿手机吗？静音了，静音了。知道队长会给他打电话，故意静音了。老秦怎么不把那个口罩带去？我嘴上起泡了，我现在有点我像包袱，其实。哎，有点折啊，有点折，补着。做个精致的男孩吧。哇，蓬头垢面，我哪个小姑娘有皮筋儿啊？我还要个帽子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之前我们大家说一起短途出去玩那个事儿，现在基本上定了。哦，主要今天就是聊一聊怎么玩，啊，然后呢，首先我们想确定一下大家的这个好友的关系。怎么着？我们是微信都有。微信对，是掏出来看一下。这怎么证明这？那个我结婚的时候，他给我闹过洞房，这算不算？算算，那当然算了，闹得很凶还。我结婚的时候他给主持的，真的走进了对方的心里。我结婚也是他主持的。你结婚的时候我干嘛了？我没结婚的，没结婚。然后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啊，老秦知道秉哥的真名是？朱建峰吗？嗯。乳名我都知道，灰灰，朱建峰，然后艺名是朱云峰，然后小名是灰灰，字烧饼，字烧饼。然后呢，今天呢是提案会，既然是那个提案会，那么提案会还是有一些规矩，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的这份提案须知，那报名条件，看大家符不符合。完了，第二项这个轮就不符合了。
身体健康。我左脑有点萎缩，我胆小，我张不开腿，具备独立生活能力。哎，我那个外套呢？你怎么又落东西了？罗儿，你淘米了吗？道德脾气，钓不着得了，钓不着，哎呦喂！接下来是大家自己讨论商量一下三天两夜的玩法，包括你们可以提出你们自己的一些需求，然后你们桌上有个铃儿，按了之后我们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撤啊。啊，第一条啊，就露营选址提出设想偏好。比如说我想啊，首先一点得有水。我准备想带着鱼竿去。